我宣布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英学子线上援助平台正式启动。可能有发力，50%到80%的病人可能有干咳，另外有20%到40%的人觉得可能会有气短，引起血栓形成和凝血功能障碍，那么这是它的发病的一个情况。严重的病人呢，可能有呼吸困难和发干。什么叫发干呢？就是我们的皮肤、指甲或者嘴唇发紫，那么这个就是。